静怡华严经里头说，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是二神，与人俱生，故曰俱生神。这桩事情，事实真相，我们不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一生，一辈子，也没想到，一直到死亡临头，这口气断了，这才发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同生，跟我们同生，同时出生，一个叫同名，跟我名字相同，《华严经》里头说：“天常见人。”这个天就是这两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跟随着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他都在记录，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还是恶，没想到都有人在记载。除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储藏室、档案室，把这些善恶都收藏在那里，这叫阿赖耶识，第八识。这两个神所记载的，跟落现在阿赖耶识的资料完全相同，丝毫不差。如果不是释迦佛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秘密？六道众生统统都有啊。药师经里都说有俱生神，随其所作，若罪则造恶干罪，行善即福。你看，戒居受持，禁持受于阎魔法王。阎魔法王就是中国人常讲的阎罗王，
阴曹地府，十殿阎王，同生同名这两个天神，在我们左右肩膀上。他把这些资料都输送给阎罗王。有家乡所里的一切众生，皆有神啊，不会有一个众生没有的，人人都有，一名同生，一名同名，跟药师经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同生女在右界，上书其周物；同生男在左边，上书其作善。我们行善、行恶，这两个神通通记载。别说心了，心里都没念头。他记录在档案，到时候就送给阎罗王。阎罗王在审判，给你应得的果报。修善的福报，作恶的灾祸。夜莺果报，丝毫不爽，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信不信它是事实，它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不止这一生，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业因，善恶的业因，无量无边的。阿赖耶是个仓库，其大无外，很大的仓库啊，无世界来所积的累积的，通通收藏在这里面。死了以后，阎罗王审判，然后送你去愁肠果报。修善佛报，作恶罪报，三途地狱，人天善道，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脱离。深入经藏的人了解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就是我们所走的路。
这个路是正道，还是邪道，还是恶道，自己总得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念老在这个地方注解的很详细，又无界经里面说的三福八教一月六祖啊，三福指的是正月、五月、九月，八教指的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八天。六祖是指的六斋日，多半是农历啊，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六天啊，这六天是这两位神向管理的天人阎王做报告啊，我们回头想想，世尊在此地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让我们认识了解，啊，再告诉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认真负责，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详细的报告上面。天神下面是阎王啊，告诉他们呢，无界经上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年当中有三个月向上佛禀，禀是禀告，有八天上报，啊，教，也就是报第四，一个月里面有六天奏明，啊，奏明。也是上报的意思。下面又举往昔，据根据无界经里面说的，啊，无界经说的，如是等是前面所讲的。啊，一年当中，一季当中，一月当中，天神记录众生善恶，盖所禀报者，皆众生之善恶，可知可。可以智有意义，不同的翻译
家乡书里头根据或者会书的位直就是记载如会书语悠悠天神直其可调无毫厘差故曰可知啊，这个底下不念时念智啊，音智就是记录此语家乡之意枕头都是说有神明记录人的善恶故报应不爽天地鬼神给人的报应是公平的，不是随便给你的，是你有善恶，依照善恶给你的。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真的搞清楚了，那就要要求自己没有我念，自己要掌握住，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没有我念，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没有毁谤侮辱人的念头。重要啊！啊，没有念头，自然就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所以，要控制自己，是控制自己起心动念，这就对了。啊，如果虽然是身口没有，念头还有唯一。你看这段文经文的所讲，天神在记录啊，啊，起心动念都在记录。身口虽然没作恶，意无不断。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不断，轮回里面恶报不断，很可怕了，不能不知道。所以学佛，我常常劝同学学佛从哪里学起？修行从哪里开始？这个很重要。从端正心念开始。换句话说，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就是念头、烦恼习气。真心没有念头。那真心就是禅定，心里头定了，什么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大定。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也是大定，菩萨的定。啊，能够把见思烦恼身界边界见取见
再加上私货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能掌握住，都能控制住啊，不让它起现行，不让它起作用，虽然是小乘，不扫我业了啊，特别是从见惑下手，第一个不再执着身生活，这很不容易，真正要在经教上下一点功夫啊，不再执着身生活，身不生活，什么生活？一般都认为念头生活，我思故我在，我想，我会想，那个想是我，其他的不是我，哲学家的见解啊，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我，为什么？身有生有灭，这大家知道，我不生不灭，这种事情知道啊，生有生死啊，我没有生死啊，真心在佛经里头叫自信，那是真，他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念头，不但没有物质现象，他也没有念头，这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这个要记住。啊，见惑里面除身见之外有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对立，我跟你对立，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一切万物对立，这叫边界，就是两边，两边就起冲突了啊，不是和睦就是冲突啊，见取见，见取见，见取见是因，见取见是果，最后一个邪见，不属于前面四种的，统统包括在这一条里头。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要跟佛学，要跟菩萨学，他们看法想法说法做法是正确的，要肯定承认我们自己想法看法是错误的，要有这个勇气，你才能接受佛陀教学。如果没有勇气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错了，
真心在哪里，真我在哪里。大乘经上告诉我们，真我就是自信，真我就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何其自信，能成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法身。啊，他什么都没有，他能现一切法，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现。啊，什么叫缘？一念不觉，起心动念，这就是缘，就现。现十法界一真庄严，虽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有。不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无。那净土宗把它称为常寂光，那是真我，常不生不灭，寂清净平等。光也表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量无边的智慧，没有痕迹你能找到。在哪里？刚才说过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真我。身是假我，身不是真我啊！借假修真，我们利用这假我来修真，真我啊！真我也就是法身佛，法身佛没有相，报身佛有相，为菩萨所现的。应身佛有相，为声闻所现的。在六道里头，佛也现相，现六道的同类身、化身、应化身。啊，你是天人，他现天人身；你在人间，他现人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现身，现的是人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在哪一道现哪一道身。为什么？不现同样的身，不能度那个众生。所以佛六道都现身，啊，那么所现这些相的，譬如经上讲的这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每个人左右肩膀都有，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他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明了，如果我们在误会道，
有没有这两个身？有。我们在畜生道，有没有这两个身？也有。这两个身是跟着生死而来的，你生他就生，你亡他就亡，他天天做报告，把这些事情报告相关的地方啊，佛不需要报告，佛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佛有究竟圆满的六种神通，所以他不需要，天神要，鬼神要，鬼神天神虽然有通，他会漏掉，那他的通不圆满，所以必须要有人记录，跟他所知道的核对啊，他所这见到的跟天神报告的完全相应，这案件就成立了，惩罚决定与你造的业因相应，不会过分，也不会不及。妙极了啊！不学佛不知道，学佛之后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自己24小时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世间人迷而不觉。起心动念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起心动念为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还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帮助众生修学戒定慧三修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帮助众生回归自信，往生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回归自信，在极乐世界修行，保证你一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极乐世界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哦，这一段，这有一说了。与家乡之意正同，这一段里头，均未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故报应不爽啊！报应一点都不会错，修大福。得大果报。什么是大福？帮助人念佛成佛是大福，他往生了，这个福报大。帮助人破迷开悟是大福，
帮助人断恶修善是大福。记住，帮助别人要先帮助自己，自己帮自己都帮不住，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从哪里做起？从起心动念处做起。啊，学佛之后，再不想自己，念念想着苦难众生，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念着阿弥陀佛，求佛来接引。戒引我们自己，戒引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心量要大了，量大福大，量大智慧大，啊，不想自己福在其中，不是不想就没福了，不想有福，而且福比我们想求的更大。你想求的那个福来感应的时候，哎，就你心想的那么大。你要是心里没有想自己得福，想到众生得福，那个福报就大了，大到你意想不到。这些道理要搞通啊，要搞明白了，我们才懂得怎样如理如法修学。克制执或者是实，就是讲的第八识。如净心云，以种子色功能不忘，故名克制。啊，种子，这个是含藏一切善恶种子，不是这些事，生生世世，从你迷失自信那一天开始，这个仓库建立了，到今天无量劫了。无量劫里面，这个仓库几乎装满了。实际上呢，装不满。为什么？它无穷大。啊，我们的自信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自信大而无外。所以阿赖耶也是大而无外。当我们觉悟了，这个世界没有了，转识成智，原来它是自性里面的智慧呀，无量智慧呀，迷了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的功能不会失掉。啊，所以一级大师说，所作善恶，非但自识内熏，天神外戚，
既在二处，安有是乎？二处啊，内是阿赖耶，这是一处；外面就是同生同名这两位神。他记录在他的档案的，不会错。我们求赦免是不可能。那阿弥陀佛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清楚，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也不容易。第一个，无界修成的四十八愿，无量界修成的功德，积功累德了，用这个加持给我们，帮助我们换一个地方修行。戒淫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善没有恶，你想起个恶念几乎都很难。为什么？他让你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是满足你的需求，你在那个世界里的没有丝毫障碍，没有人走，你六根接不到恶的缘分，所以连一个恶念都不会升起。他只让你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再以这一个念头让你有缘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像阿弥陀佛那么慈悲，像释迦牟尼佛那么慈悲，到十法界到六道里面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障碍 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福慧双修，不会中断。没有障缘，没人障碍啊！无量界来冤亲债主都找不到你，佛光助照你，所有一切恶缘不能进入佛光啊，善缘会结束，恶缘不能结束，佛力加持啊。那么以上种种说法以及是文图说法，文图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内劫难除，痛不可言。
祖师大德教诫我们，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因为为师阿赖耶识仓库里面所存的不爱神明记录，同生同名这两位尊神不妨碍他记录，神明的记录业识为师所现，所以内外读记之说，为啥？啊，一句是告诉我们，自是内心天生外起，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你相信？你自然从今天起断一切物，修一切善，不再有恶念。好，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生到净土。阿赖耶识里头这些东西渐渐会消除，会转变。为什么？阿赖耶也不是人的，真的只有真如自性是真的，永恒不变。阿赖耶一转变就变成大圆觉智，不可思议啊！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成大圆觉，转摩那为平等性，转意识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你看八识就转了，这好啊。啊，如果不懂得转识成智，是怀疑我造的这些罪业能转吗？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天天怕果报现前，怕灾难现前，灾难果报不能避免。八识没转动啊，可是我们要不靠定阿弥陀佛，实在没指望。我们转世成智要靠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才有效果。